孩子要吃，我仿佛已经闻到香味了。确实有香味。哇，
老字号。三碗不过岗，这是武松打虎的吗？黑旋风，章鱼，呵呵，这是曹哥章鱼研究所，这名字叫的挺有特色。最早这个中国古式打铁土打铁法，打把铲子打把刀啊，都是这样的。还不累，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。这还有黄马，配电的一个箱子，配电柜，但是用这种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栅栏墙就围起来了，像不像古人这个山里的院子？还挺喜庆的。